新阳的芝山德胜团办理暑期夏令营，迈入第九届。在地媒体的蓝天有线电视，这几年来嘛大力来赞助。今年同款安排着小小机仔体验，将录制备机器搬到夏令营的教室，让囡仔来体验录影的流程。真感谢哈蓝天电视台哈，啊连续两冬啊来办这个小小记者营，啊这囡仔亲身来感受吼咱主播台诶即个新奇甲即个专业的学习，啊嘛真感谢讲南天电视台吼诶节目部啊各位同仁吼一路含咱紫山德善团即个囡仔啊甲咱紫山德善团团本部一路诶拍拼，啊咱一档诶一档比一档诶活动更加生动。今年蓝天除了是安排趣味课程之外，也捐赠30,000元的辅导经费，由着执行长李吉达来代表接收。以前台南市关路桥局长郭振辉嘛特别配合着资源，赠送礼品给小朋友。这一次呢，我们也集结了社会大众的力量，那也准备了一些礼物来给小朋友们。那主要呢，也是希望他们未来可以利用这一些我们满满的爱心。满满爱心里面有什么呢？其实都是学习上面可以用得到的一些工具啦，或者是我们像笔啦、铅笔盒啦、彩色笔啦、笔记本啦，类似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也希望带给他们未来在人生路上有更多的力量跟希望，可以往前继续走。为期五届夏令营已经要结束，8月17日礼拜六将会有一场公益市集。执行长李吉达邀请到大家到时做伙来参与，来踅跳蚤市场、看表演、做公益。南台新闻台新闻采访报道。